它这个鱼很好呀，但是如果热的话容易出发炎。谢谢。你好，我要这个蛋糕。谢谢。鲈鱼啊！这里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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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吧！哦，今天是有点丰盛啊。点，哇，这个同学，干嘛？你们两个插队了。怎么了？我说你们两个插队了，去后面的队尾重新排队。哎，美女，就这么点小事，你至于吗？差不多得了啊。这，哎，这差的多了。张老师，现在是午餐用餐高峰时间，这个队伍大概排了12个人。如果每个人打饭时间是2分半来计算的话，你插队提前了11个位置，也相当于节省了27分半的时间。你们两位占用了其他11位同学每个人5分钟的时间，你觉得还差不多吗？对不起，张老师。